对，有一点斜度，这里就滑得过去了。最后一个，它就在田代旁边，对，就在和田小路旁边。就对啊，我们坐最后一个就是。
不用虚镜，不用帽子，走最右边。是不是又要拍一张这个？他漆都掉了。冲喽！那个人可能不大行，要冲的话就离他远一点。前面这个最后一个，对啊。
直接就这样滑下来好了，然后我又一只脚卡住，所以你又切回来。最后我已经决定说，那我就放软给他滑下来的时候，那我滑下来的时候还撞到一个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撞我，还是我日本人，我他就。那你撞到你也在滑，他也在滑吗？我就是已经你从里面跑到路上来，壁翘上，我卡在壁上，我已经决定那就坐着让他下来嘛，我就放软了。然后我不知道我滑下来还撞到人，人家滑过去，他撞到人家身上。你刚刚是怎样？你想挑战是吗？不是，那我想说，刚刚有人我就弯一下，就弯一下就下去，下不下来，我就一直卡在身上。啊？我说弯，比如说这个弯，然后我突然卡上来，我就上去。然后那个很陡，下不来。哦，这样子我还下得来，刚刚那个绝对比这个陡。自。我脚都会痛。被卡山上。啊，往前面，往右走。往前面。前面右边。那边没压，对啊，吓了一跳，没有压。啊，走右边。我卡在山上的时候，人要叫你，然后你都不听。我根本不知道啊，什么都没听到。我想说什么？因为我卡了，然后在想说，这样下去又怎么办？这样怎么办？侧降啊，不是，他这个几乎快斜了。大家要看我影片，看 GoPro 看不出来。好，好。我手自己的没放开的话，就没办法抓了。又回到了湖边，没有上午那么难。有点暗了呀，这里比较陡了吧。
哎，往右。感觉画的比较多了吗？冰吗？对呀。湖，该不会就是那个藏莲湖，还是那个 Sherry 教学波吗？冲了，往右卷，冲进去。你说右边那个蓝色？对啊，对，刚坐过了。
痛，到底就是很像很，我会觉得那里好像受伤了，所以很痛。但是真的是穿鞋子才痛，穿雪鞋才痛，穿步鞋，你看我走路逛街没事，就是雪鞋。这个缆车怎么有往下？山谷底的感觉。嗯。它搭车的地方很高，它搭车搭车又不是山地。总之，刚很白痴的站在。山羊山羊不会犹豫，山羊就继续走。就是我觉得我这样会一只脚下去了，一只脚在上面，不行。它真的可能斜度可能有这样吧。嗯，你平常至少要这样嘛，我就慢慢这样就好了。但是刚是这样，我根本一踩之后我就要摔下去了，就不可能那个，然后又有一点高。多高？可能有两公尺吗？还是一公尺？1.5公尺哦，就是我这样下去我就摔下去啊，那我这样很危险哎。所以我就有，后来我就决定，因为我既然动一只，我动了一只脚以后，我另外一只脚，而且我另外一只脚已经是这只脚是直的，这只脚已经卡成这样，正的向上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把屁股都坐下来，那就滑滚下去好了，我就已经放软要滚下去。然后好像撞到一个人，然后就撞到人。他就看到一个很诡异的卡在墙上，还靠近。然后我就闯。我觉得那个人也是不敢靠外面。我不知道。有意识的想往内靠，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学习时会有的心态。不想靠悬崖。觉得自己要滚下去，但是我现在是学人家当山羊，然后卡住下不来。就小老鼠上灯台，会有些下不来。真的下不来。就冒冒冒，然后不理我就走了。那时候我多远？不知道，你已经那是一个转弯。嗯。你没有觉得我很久吗？对啊，超级久。因为我卡在那边犹豫半天，不知道怎么下来。想说再往前应该很要，也是很高吧，应该没机会下来。我没有这种斜的鞋子，我没有自信我的鞋板子可以嵌在雪里，然后这样下，没有办法，超过我的抖度了。那里有一条路吗？不是，你有带配的吗？没有。哦，好吧，本来想叫你偷看一下，可以用手机偷看。好好。在摘下来之前，好，这样就做完了吗？这样就滑得回龙缆了吗？对啊。You sure？ 对啊。这样感觉就是千辛万放苦来喝点小屋吃一顿就回去的感觉。我要喝很多，回去我要喝很多饮料。嗯，我想想看哦，嗯。现在可以看太阳了，猫猫。我们。并不是那边有路，好像只能往下滑。哦，这里就是 Sherry 交车窗的地方，老是缅怀人家的。应该是往下滑，又往右转。哎，还是那里直接有个右转，我看到了，直接往右转。还是那里没有路，这些人就是滑了两下就坐下来了。大家都在滑，哪有人坐下？左边
下的人啊，有啦，有人往那边去，所以那边是一条路，那就对啦，直接滑下去就是龙兰的。如果是我带一班，我也没有自信带他们过来。嗯，那沿路对不对？就是沿路你要有点陡呢，有些地方是有一点陡。如果初学的话，我觉得会不会很紧张？就是那种紧张的，你也不知道他们会撑多后面。然后，假如一班有八个人，然后你到底是要带头跟他讲路在哪里呢，还是垫后怕有人就滑着滑着就不见了这样？往左转，2:10。可以绕到那个休息树嘛？对，然后再去休息树。向右转。
路在哪？哦，要用冲的，要用冲的，向左转冲。Thank you.
你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我的脚有什么毛病，对不对？就是要多久之后才会好？假设这个跟 pose 有点关联性的话，因为我穿上鞋子就很痛，我还没有干嘛。嗯。GoPro 要吗？不用吧，万一看到什么怪东西。GoPro， 我看。天亮亮要回去了。对呀、啊，不然要天黑才回去吗？他也没有车啦，他也没有天黑的车。现在还有一点难。我爸传什么照片？很慢，因为是泡沫的那个。嗯，这次我就拍得到了。希望到笋山山顶还是有太阳。嗯，我看去到的之后，哆啦公哆啦回来之后。只能搭 L， 接着会花回几乎，谁在打我电话？喂，嘿，怎样？啊？那个，是不是？啊？我不在家，什么事？我现在要去存钱了。嘿嘿。然后？我现在要去存钱，那个大概哈。嘿。大概我要，你说那个帮你缴的费用扣起来的话，大概会扣60000多块。好好。那这样存进去，你那边账户够不够？够了，够。我那个信用卡已经被扣钱了啦，没有问题啊。哦，好，那我就直接去存了。好好好。你给我的账号是 ATM 的账号，但是我想直接去中国信托存。我给你的账号就是中国信托的账号啦。那它是什么分行？好，没关系啦，我去到中国信托。那个号码他应该就知道了啦。OK， 好。好好好。好，那我就存14万进去。好。啊，好好。我就存14万，整数比较好。好。好啊。其他再说。好好好。OK。好。还有我有寄一张，我有寄一张那个他调整那个保卫的那个单子啊。嘿。你有空你参。好。喂，打电话，不打电话，不要视讯啊。没有啦，他虽然是弄视讯，但是实际上也只有声音才传得到。但是你的脸刚好也在上面、啊。那个是我自己 preview， 实际上也传不过去。了不起耶，他那个最慢的速度。哦，调整保费，我懂了。我那个职业工会。是健保费调整还是那个？他既然是调整保费，应该是健保费调整。
住美国的同学，他现在有洗碗地，然后他就说他奇怪了，洗碗也有那种我们在洗衣服那种，然后就说洗碗怎么跟洗衣服一样，结果他已经拿洗碗地洗衣服洗了8个月了。怎么跟洗衣服一样？他根本就拿错了。对，他根本就拿错了。就是我爸跟我妈各买了10万块的储蓄险，然后我一看，我就说用我的信用卡扣还可以赚点数，然后那个险是保在我身上，又买了，然后又保在你身上，但是缴是他们缴，然后那个利息或什么什么也都是在他们是投保人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投保人。那个储蓄险，那个回去的钱也都是在他们那边，所以我只是过手赚点数，然后是11月还是12月扣缴，然后信用卡账单是1月多，那我自己说费用扣一扣，那之前帮我缴那些健保什么的扣一扣，只有6万吗？管理费、健保费呢？我管理费缴到今年8月了。重点是这样花。掏回去，哦，只能坐第3高速，下面的那个缆车，只能坐第3高速。第一火打 ，ski school 专用，所以做完龙缆之后还要坐3次缆车，才可以上到笋山附近。接着还要再做一个 romance lift， 才可以到那个笋山山顶。今天到底到得了，到不了笋山山顶？应该是到得了。现在是2点半，有可能到不了。还是有太阳。真的就只是为了要连过去，这么长一条。我现在已经看得到，我还是看不到王子在哪。王子在山背后。是远远的那个吗？远远的那个是吗？啊，是那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问你啊。你知道我在说
永远不是有白色的房子。嗯，这边是有点像哎、欸，这边比较高，看比较远。一时看不出来哪里有车道，在这个山的后面才有。这样说来，这里真的就是不会有人来啊。可是那边的树，我觉得是人工种植的，怎么感觉是排列的很整齐？下面这个，我觉得会不会现在看龙胆，我现在开始归纳，几乎没有坐回来的人，坐跟我们反方向的人。根本没有人去了，嗯，那都关了、啊。应该很少人逆其道而行，住在 Gakura， 然后坐来苗场这边晃。不过像我们去志贺啊，我们不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志贺不会没吃的啊，就是一直在很多吃的、啊，诸如此类的。然后网路上我看了一下，有些规划的啊，问问题，其他人还是回答他说你最好带泡面。来这里啊？志贺。哦，志贺。对啊。然后我都会很保守的不讲，我都觉得我不要让太多人知道。然后今年已经有人滑雪团开志贺。然后户外会不会开始扩散开来？然后我一直在想，那个志贺南馆关掉到底是精简人力，还是在南馆想要重建，还是怎样？南馆最旧吗？我也不大确定、欸。但是你看，南馆盖在贡多拉站旁边，对啊，最方便、啊。应该会是最旧的吧？应该说，因为先有贡多拉才。除非他设计了一个建筑，故意盖在广渡站旁边，然后那个时候广渡站还要打个洞。好低，好低。嗯。因为我记得和田小屋那时候在看是在中间。然后我就觉得是整个河中间，那我觉得这边还有东西啊。这边哈，我们刚看到的那个缆车，就只有这条绿线滑到这，然后就这里了，然后就不可以，最低只能滑到这边，不能再低了，再低下去的话就，这边就是不归路，除非他住这里的民宿，然后。民宿好退好的把它载到这边来上去，然后自己滑回来，这样有可能。太阳好大，很多的脚印。嗯，这是去喝水的，没错。站在山壁上的同伴来了，呼叫他们，看他们会不会出来看你。保护色站在壁上，嗯，现在知道要往这边看，因为他可能站在原地也不会动。没有东西，好亮。嗯，因为你坐右边。嗯嗯。雪地上摆明了有很多走很远的小脚印啊，但是那是大脚印，人类的脚印。好像是个足球场吗？嗯，不大确定。
很像门啊。哦，确实有可能像门。应该说积雪积那么高，所以看不出来，就觉得不大像门。那你加一公尺，确实它是个门。既然如此，我觉得那应该是动物吧。目前为止，哎，两个人。哪里？马上走过去。对呀。带着洗。嗯。所以这也算台湾的后花园了。听过类似，后来一看，那好像是乌鸦。所以树上有吗？我只有刚刚滑一小段，觉得哎，怎么变粉了？有吗？有一小段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就是最后一股，你没力了。等一下拿到房间，先睡觉。拿到房间之后，我还在想说要不要五点去吃晚餐呢？睡下吗？不知道，我们是一点来吃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一点。好了，不敢这样。嗯，而且拿房间的时候，顺便去锁雪板。先拿房间，知道房号，先锁雪板，还是拿房间之前先脱鞋子，但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就要拎着鞋子。但是舒服啊，因为我穿着脚真的很痛。我要脱。好，你是先脱足，我是后脱足。我后脱足先，我帮鞋子是塞。总之，我们基地就是柜台前面。鞋子是塞哪一个袋袋？行李箱吗？我忘了。我不知道你最后选在哪里。我自己是锁行李箱里，反正我一拿也是四个要拿出来。那我们雪板放远一点可以吗？远一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离拉可近一点的门出入口。对啊，我是走到后面。就会离我们那个换装基地口选在柜台前面，拉可附近。就这么远。嗯，昏倒就从大阪回来睡不好觉，睡不够。你有怪背不？有，很舒服。今天就没带，又不舒服。我觉得如果我是穿雪鞋出发的话，你疯了。我不是雪鞋啊，雪裤出发的话，我行李箱又可以带很多东西。嗯，我看到路了。嗯，那一条横线就是路啊。
明后天人会，难讲。明后天日本人又更少，台湾人一样多，还是台湾人又更少？今天对于台湾人来讲是请假来玩。下去就要滑，下去就要滑，对啊，一出缆车站就要滑，滑去一个缆车站，可以站着再带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慢慢来。半圈的那个还是掉了。这什么？海绵。嗯。没有，其实我是按在脸上没感觉，但它其实往内凹。所以已经掉了。掉一半了、啊。那就可以不用用吗？对啊，今天刚好就这样滑完，任务完成。还有这样子的吗？不要理它，它只是地图要花网路喽，然后现在网路讯号不好，而且你这样子的话反而是好事，不要浪费你的网络流量。但是我要等会我出去然后再弄一下哦。哦，你要切换的话。好，因为你是急着要切。不急了。我问老板说，老板说这里吗？他就说不急了，这里好，但是滑行这里太怎样。件事什么？第一个眼镜弄好，第二个就是这个。欸，你那边最后还是有 check in 成功吗？不要
这里又觉得他不用穿衣服，就觉得这，我觉得这里比较不冷。嗯。嗯。两边的雪质是有点不一样的。また駐車場内での車上荒らしなどもございますので、お車に非常に。是在扭屁股，屁股很不后面，屁股不够后面，很痛。刚这样，哇的好厉害，一直滴水。怎么还不分分？这样子高 force 面对着太阳，羞羞。那个是，他好像就穿着太太的衣着，就是穿着大衣啊这样啊。太太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就是太太出门不就穿大衣这样吗？就是他像是一个太太，这就是不是滑雪的服装，而是出太太出门的服装。平常的服装，对啊。这个人色盲，算色盲。他其实有偷用板子，对，他其实到一半，但是看他追求练的是什么。他没，他换边的时候没有用甩，但是我刚没认真就看他。顺，他也好用甩。嗯，但是其实也有 S， 其实有 S， 不用甩的，但也许是用刹的吧。因为我 ski 会滑成这样，啊，回去，怎样？回去的路，你还没有要休息吗？现在只是先回来。对啊，就是，不过现在真的已经几乎没什么太阳了，雪山山顶，如果上得去的话，不知道拍起来怎样。是要坐拱多拉，要坐拱多拉会坐到有两个拱多拉，右边的拱多拉高一点，左边的拱多拉低一点。左边的我们坐过，我们在滑这边的绿线，右边的拱多拉也会是下来，会到绿线的旁边。现在绿线的旁边这里有一个 Romance Lift， 两个椅子的可以到山顶，所以理论上。但是山顶那个理论上也是到三点，是啊，对啊，所以可能我们是来不及的，所以到不了神山山顶，可能就是去大界面了。我下个来吧，我假装好，可以吧？看一下。一直换一点，这里动物不爱走，嗯，而且也不知道是什么音乐。这
因为有音乐，他们就听到就不会出来了。嗯，但是晚上啊，不要放音乐给动物听，动物会觉得怎么样？有啊，晚上对啊。嗯。有啦，有脚印。我是说下面他们不爱走。啊，到了。到了。下面是下，上面就是下车了。我觉得好冷，嗯，好冷啊。没有太阳了。吃饭的时候就觉得下午应该需要就藏起来了。好吧，今天上半午是本季最热的一天。不过照这样看，14、15、16好像也会碰到更热的一天。而且下雨怎么办？是下雨，东京会下雨。那边的话应该是。还好，可能湿湿的雪还是怎样。又去龙的。往左去那个，你还有印象这一段路吗？这一段路哦，其实也没怎样，就是个联络道滑回去，但是它窄窄的，然后有很多很多雪板会顶不住，然后就是加速离他们远一点通过这样，嘿。加油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
还是他叫我们去那条线等。他叫我们来，来，叫我们来。太小。我看，好，狗多了还在跑。现在几点？我们做这个只是为了要去狗多拉那边，不想用爬的。啊？爬的脚是最痛的。对啊。2.53，微妙。本来是问说山顶到底动不了，现在是上得去上不去。只开到3点啊？我不知道这个是3点还是3点半。但是大斜面，如果他怕太多人卡在上面，他应该只开到3点就好了。看起来又是个教学班。哼，我看你在，我在想说，我记得我们以前要滑这个还叫姐姐从房间看，现在看起来觉得这个只是很长，没什么，没有很陡。对啊，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很陡，但是应该最舒服就是滑第一趟那种压好的，然后做大弯。现在你在这里做大弯，可能你嫌它会跳还是怎样。例如说这种速度，我印象中我们也有从房间看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在觉得那个很快，但是现在看一看是到底有没有现在看还会觉得很快的感觉，不知道。你要看别人。对啊，是走这边哦，我们现在就是滑这道。就是要滑去拱多啦，蓝色长路的拱多啦那边。对啊，然后这中间其实有隔开来，我不知道右边跟左边差在哪里，感觉都差不多。但是现在就现在观察，这是个左高右低的，右这边左高右低，那边的话好像有一点右高左低。我不知道哪个对左脚比较好。然后这就是我们两个卡住脚的地方。哦，对，你我卡住，你给我逃跑，然后我就被劈开，然后我就摔倒，就气。被我劈开。对啊，是你停在我的雪板上。就赶快跑，然后我就。当然要跑。就已经，你不要动就好了。那你要先走这再切过去，还是直接从那里下来？直接。轻松一点好了，走这里。哪里比较轻？先走这里，轻松一开始，这样子再切回去是比较轻松的。那个平的不要过去了。对啊，但是这样子是绕远路啊，绕远路一定坡度比较小。你看，可以这样子滑的，所以走这个，而且我们熟悉的，你记得的话，你就不会紧张。哎，这个是 Petrol 吗？还拿着别他拿的是棒棒，他像这种的话，就是准备要封闭那个了。例如说网龙软，他看他这里几点就要把它切断。好，你不用去了，现在已经八还有呢，没有封。嗯，而且。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一下来往右就可以走，他现在一律都封住右边，然后叫大家走这个。太陡吗？他可能是怕很多人都挤在那里，然后不敢下去的，最后就全都卡在那里。就是他已经直接做这个箭头叫他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说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从我们上次啦，除了第一次可以往右以外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往右，那就再也不做这条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你一直跟在后面了。换我跟你啊！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走啊。
就这个缆车椅右边就可以滑。对啊，好，也可以也可以，这边是从头倒到尾。你说什么？啊？好像最陡的就已经是这里了。直直下到，然后右边那边这样。好、oh? ，右边是我们第一趟坐的，要左边的那个，要上楼的那个吧。因为我会紧张啊。你是紧张哦。对啊。我怎么不会？我的脚很痛。我现在在看是那个楼梯爬上去吗？应该是啊。3:30。
看到我小姨妈。他后面的那个不好插。我都还没插好，还这样插，先生。就没跟啊，后来我看一看你就已经滑离了，而且我刚用了脚好酸的滑板，紧张的就用脚的酸的滑板。我看你蹲超低啊，然后那样子的话也会很累，然后要休息这样。这个是到哪个山顶？不是，这没有到山顶，这个是可以唯一可以到去山顶。的小缆车的位置的地方，长成这样。你呢？站在山头觉得怕，下去了就还好。这个还好啦，只是它很长而已。但是应该什么那个吃苹果派那个都比它陡吧？好。嗯是，苹果派都比他陡啊，这个还好啦。派苹果派叫 Giant。嗯。哎，这次去小姐也不会在啊。你说他有去？他在东京，他是那个年底那个期间才会回来，所以那时候才不在。嫁一个先生，就是家里做这个，那就是过年就是回来帮忙，他也没休息耶，在东京就是休息，是不是？嗯，看到路上有王子的车，很像是王子的车。我们刚坐来的车身上有写王子。我怎么觉得好没有？所以用问的，他说那边，我就本来就怀疑那有单独一台，怀疑是不是他，还真的是。哎啊，回去的车，我要预约一下。拿房间的时候可以约，跟他约。看跟他约还是跟旁边约？哦，对啊，到时候就会因为他跟人家讲说，切，英文还是配家里的都没有，骗的。嗯，但是其实就是没有约嘛，万幸。你下车下面还有一个人，四个吧？不是，长排哎、欸，到底有没有看到、啊？我没有看到很大排长龙哎、欸，至少十个人以上。就，反正他可能讲话站不下了，就两排。但是如果里面有约到的人的话，那就糟糕了。我原来是想说，是没有约完的话，上次上月国际不是也是他们约的时段，大家约好像四点，比如说四点半还是五点，两班，然后就我们四点半就要走了，他没事，但他们就是后补的，哦，越过山头，可看到大斜面。在下来之前，观察一下大斜面的状况。嗯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刚刚已经下成那样了，大斜面的话会变怎样？我会想说，你就那么慢是要我帮你拍吗？也没有。然后就看知识铁地的，就绕超大圈的这样咻，而且沿路刮、啊，奇怪，我平常看你都很勇敢的样子啊，不是吗？那是红线以下，不过刚那好像是红线，哎呀，是比较陡的红线。下面的那个 lift 没有在动，
啊，你说下面的列车正在到，我们上午第一发已经停了，不是现在下面，你现在往下看，这个 lift 没有来到，那个是废掉的一个 lift， 废掉，废掉啊！你看它根本不但没有运作，整个就埋在雪里面。哎，比较废掉，人家没有想开而已。像我看地图啊，那个我也有看到头妈姆废掉的缆车。那这是大斜面吗？不是。嗯，这里，好像就是了。哪这样子？这也不很大。大家都绕左边，绕左边是比较缓的。然后据说大斜面是只有右边这一块，但是看起来没有很大、啊。对啊，没有什么难做的、啊，还好啊。雪板坐在上面，我怎么以前印象是有人破大斜面是感觉很宽，但是这里不是，好、啊，这里右半部你看有那个下，这个是大斜面以下，下山路，这是下山路，这不是大斜面，因为这个有一个绿线，你看到没有？立字形的，一个转弯嘛。对啊，就用立字形下来就可以，再上去这个的上半部。手套，你前面有被滴一滴这样，外套，那你会掉了。
还在开有开，去坐下一个缆车。好，去坐那个缆车。哎，在下雪呢。嘿嘿嘿，往回头。
どうも3時半で営業終了なんで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没有啊，就只有一次啊，没有啊，连续，只是为了去山顶而已。他在找什么？还是他的 step？ 他的 step 啊，他不是说下面那个咖啡色、啊。他早上接我们的车子是穿这个衣。是吗？嗯，是这种咖啡色。嗯，深紫色还是咖啡色？嗯，飘雪中。都是。好了，这应该是坐最后一次缆车，接下来就是一路滑回去。哦，对，收工了。很累，很累、啊。一路滑回去应该很累。哦。痛痛啊，怎么办、啊？哎、欸，还是我们那个大前面，我们去滑旁边的绿线。为什么现在那么不争气啊？你现在为什么？明天再滑、啊。不要，明天我觉得明天滑不到，就先滑完吧。哦，好好。滑完收工。好，笋山拍照。我们没上来过吗？对啊，从来没有。哎呀，你那个都凹进去了啊，去去去了，你那个都黄黄的。嗯，所以你明天放弃了，不带了吧？明天就带另外一个啦，然后这个就阿弥陀佛，丢了这头了。对啊，你要说谢谢Sherry送的，是他送的、啊、哦。我们报他的团，他送的哦。对啊，那你看都几年了？2016年。一直缅怀他，哎、欸，这就是他教学坡，这是他教学坡，没有啦，我就说到哪里就会说这个他教了什么这样，我都不记得哎、欸，嗯，我太紧张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我刚在那边差点要觉得我要飞出去了，嗯，那个转弯有点急，嗯、然后就转，你左脚不能用这样，我可以想象你大概身体躲远远的这样子，这样子